那我就今天抽每个人一个水杯，每个人一个水杯，你知道吗？今天给我们递产品的，我有点束手落脚。也是我们今晚直播间，刚刚也是我们今晚直播间给大家上的一个饼干，然后刚有评论，我很想读一下，他说后面那个太像蔡明老师了，他就是蔡明老师，哇，他蔡老师好认真，他今天是我们直播间的实习生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现在是个实习生，我先干活去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5、6、7、8。蔡明老师竟然真的给薇娅当直播助理了，站在一旁目不转睛盯着薇娅，还紧张的在镜头后面做鬼脸，薇娅也是受宠若惊，两个人面面相觑，真的好搞笑。蔡明姐匆匆忙忙从镜头前快速路过，还被眼尖的网友发现了，说实习生要好好工作，教薇娅跳舞简直不要太熟练。蔡明老师真的一如既往的可爱又有梗啊。我觉得当花瓶挺好的，是吧？当不了花瓶的才去当演技派。所以说你不用管别人说什么，以后有人要吐槽你的话，你就理直气壮地跟他说，老娘就是花瓶，怎么着插你家花了。